暗暝，乌天暗地，三更半暝，期待一点点啊细细灯光来照咯。这是晚上的夜景。我们在希腊的时候，晚上住在旅店，那因为靠在港口边，我们出去的时候就看到哦，夜景这么的漂亮，有稀疏的灯光，有闪烁的灯影，尤其在这个水影上面去哈，水影里面有很多波状的东西，所以我想就拍了一个夜景啊。夜景我们知道啊，日头是日时，暗时是月亮，但是咱讲白加乌，白就是表示纯洁的暗，乌就是比较比较让人家感到说啊，无什么希望。尤其是黑夜的晚上，我们期待的是光来照亮，而且光是一个象征嘛，一个象征就是讲我们假如走入了一个比较绝望的这个境界里面，我们希望有一盏灯看到的啊。比方说你假如在黑夜里面，在海边嘛啊，你会寻找那海岸线的那个灯塔嘛啊，所以我就用这个灯光哦，灯光这个闪闪烁烁小小的灯光来瞎瞎吸嘛，所以讲乌天暗地的三更半暝，乌天暗地其实暗暝都是乌天暗地，但是这个象征的时候，假如我们这社会能假如停留在那个乌天暗地的这个情境里面，我们会期待一点细细的灯光，这个灯光就象征了。比方说我们希望有人是导引这个社会走向一个康庄大道，所以期待灯光是一种对内在心情的一种想法，我想是这个样子的。暗暝，乌天暗地，三更半暝，期待一点点啊细细灯光